密宗拳第二路是密宗拳徒手打脸套路的第二个拳速，这一套拳动作迅速，快慢相间，发力刚猛，刚柔相济，上下齐发，手脚并用，虚实互伴，变化多端，动作大开大合，纵心大起大落，轻而不飘，沉而不僵，舒展兼备，软和自然。这套拳的主要技法有靠、绕、托、踢、顶、拆、卷等等。下面我们进行密宗拳第二路拳的讲解和示范。密宗拳第二路共有八段，70个动作。下面我们分段逐个动作进行讲解，首先把第一段的动作完整做一遍。首先讲一本式，一本式身体呈立正姿势站立，沉肩下气，目视前方。第一个动作叫左右开弓，由一本式开始，双掌变拳，提于两腰间，同时身体向右慢拧转，然后身体左拧，用全身自两拳向身两侧击出。这一个动作的要领，提掌的时候要慢，提掌握拳要慢，转身向右转身要慢，然后向左拧身，向左右出拳要快。第二个动作叫燕子穿林，由第一个动作开始，左脚向前迈一步，同时双拳变掌，曲肘又向胸前
交叉，然后向头上方肩胛。肩胛至头上方时，向身体两侧下落，然后曲肘收回，两胸前，右掌向身体前上方穿插，同时右膝屈膝上提，把这个动作做一遍。这一个动作啊，积极含义是这样的：当对方用双拳向我头部击来时，我双掌向上迎架，迎架同时还可以啊向外拧缠对方的双臂，然后呢用右掌向前穿插对方的后脖部位。下一个动作叫木屐护窝，动作由上一式开始，右脚向左脚左侧落步，双腿呈右斜步，同时右掌下落右胸前以后，双掌向身体两侧撑掌。下一个动作叫劈三天海。劈三天海，首先第一个动作是左脚向左迈一步，双腿呈左弓步，同时左掌向右、向上、向前劈掌，随即身体左转，右掌从身后向前、向下劈掌，左拳左掌变拳收于右腰间。这是第一个动作，劈三天海第一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，右脚从身后向前探踢，左拳同时向前直击。下一个动作叫小人踹腿，由上一个动作开始。上一个动作，右脚和左腿同时向前探踢和击出之后，右脚向前落地，双拳变掌，左脚向右前方横脚侧踹，双掌右掌向前上方甩撩，左掌向身体左后方甩撩，与踹腿同时。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是这样的：对方用右拳向我击来的时候，我可以用右掌向上迎架，同时左腿向前踹对方的右腿。下一个动作叫三步摇铃，接上式。左脚落地，双脚向前走行步，也就是梅宗拳的蹬泥步，右脚向前走一步，左脚再向前走一步，双掌随身摆动，然后右脚向前摆起，左脚蹬地跳起，在空中身体向左后翻转，然后双脚依次落地呈左弓步，双手双掌右掌
白玉神梯右后侧，左掌白玉神梯前侧。把这个动作再做一遍，由上式踹腿开始。下一个动作叫霸王条踹，动作接上式，右脚从身后向前横脚搓踹，同时右掌从身后向前撩击，左掌向下盖压。像这个动作的积极含义可以这样解释，当对方用右拳向我击来时，我左掌向下打压，也可以左掌向下打压，右掌向上挑，使对方的右臂受控。这时候呢，我用右脚向前搓踹对方的小腿。下一个动作叫黑虎掏心，接上式，右脚正脚落地，右脚正脚落地，左脚向前一步，双腿成马步，同时双掌变拳，左拳向前击出，身体右转，双腿马步变左弓步，右拳向前击出，左拳收回腰间，身体右转，由马步再变，由弓步变回马步，左右拳收回右腰间，左拳再向前击出。把这个动作我再做一遍。这是第一段的几个动作。下边进行第二段的动作的讲解和示范。首先把第二段的动作全部做一遍。下边进行第二段动作的分解演示。第二段第一个动作叫金丝缠臂，由上一式开始，身体右转，同时双拳变掌向右进行接纳，这是第二段的第一个动作。第二段的第二个动作叫恶虎扑食，由上一个动作开始，双脚同时向前跳起扑地，双掌向下扑地，动作是这样的。第三个动作叫拽杀崩腾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：接上式，扑地以后身体站起，双拳抓握向前上方拽杀，同时左脚向前摆起，
右脚向上探踢，动作是这样的。下一个动作叫温手泰山，接上式拽杀崩腾的动作之后，右脚探踢，右脚落地之后，左脚随即落地，落地以后双腿撑马步，右拳向前直击，左拳抱一左腰间，像这个动作的积极含义是这样的：对方用右拳向我击打的时候，我用左掌握拳向前磕压，同时上右步出右拳击打对方的胸部。下一个动作叫迎风擦腿，由上一式开始。右小臂向上迎架，同时身体右转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两腿屈膝撑马步，同时左拳向左直击，右拳屈肘收抱右腰间。这个动作的积极含义啊，可以这样理解：当对方用左拳向我击打的时候，我用右拳向上迎架，然后上左步出左拳击打对方。下一个动作叫苍蝇伸腿，接上式，身体重心右移移于右腿，左腿提起，左脚向上铲踢。下一个动作叫乌龙扫尾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：接上式，当苍蝇伸腿的动作左脚铲踢以后，左脚落地，双拳变掌向前向左后方抓落，同时右脚右小腿向前扫踢。这一个动作积极含义是这样的：当对方用左拳向我击打的时候，我双掌向前抄落后抓，同时右腿向前扫踢。下一个动作叫阎王砸肘，动作接上式，当乌龙扫尾动作之后，右腿落地，身体向左后翻转，左臂屈肘，用肘尖向前下方砸击，右掌抱于左拳子上。下一个动作叫烙鹰飞脚，也就是说的腾空飞脚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：从上一式开始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左脚向前摆起，右脚蹬地跳起，在空中右脚向上探踢，同时右手向前拍击右脚面，把这个动作做一遍。下一个动作叫浪子行步，动作要领接上式，
当上式腾空飞脚的动作，右脚落地以后，双脚向前走行步，也就是迷踪拳的蹬泥步，同时双掌与胸前相传，走三步，这是浪子行步的动作。下一个动作叫四字张口，四字张口的动作由上式开始，当走三步之后，由上式走三步以后，双腿右腿屈膝，左腿蹬直成右弓步，同时双掌左掌向左伸于身体左侧，右掌曲肘横于头上方，掌心朝下，这是第二段的动作。下边进行第三段动作的讲解与示范。首先把第三段的动作综合做一遍。第三段的第一个动作叫紧急斗领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：接上式，由四字张口开始，身体左转，同时右掌从头上方向右、向前、向左，同时左脚向右一半步。然后用身带动身体由左向右抖动三次，做完抖动的动作之后，双掌向身体两侧弹击，右腿屈膝上提身前。第三段的第二个动作叫雄鹰展翅，由上一个动作开始，左脚右脚向前落地，同时左脚用脚跟擦地向前搓踹，同时双掌由身两侧向前向上撩击，左脚落地以后，右脚用脚跟向前擦地搓踹，双掌向后向后向身体两侧摆动，把这个动作做一遍。下一个动作叫腰部横雷，动作接上式，接上式的搓脚动作，右脚向前阵脚落地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双腿屈膝成左弓步，同时双掌的扁拳右拳向左磕挂，同时右拳向前向左灌倒，把这个动作做一遍。像这个动作的积极含义，是这样的：当对方用左拳击打我的时候，我用左掌向左磕挂，磕挂的同时用右拳击打对方的左耳根部。下面是白猿踢脚的两个动作，
一右一左，由上式开始。双拳变勾手，由身体前侧向身体后、身体两侧勾挂，同时右脚从身后向前弹踢。这是白猿踢脚的右式动作。白猿踢脚的左式动作，当右脚落地以后，右脚弹踢腿落地以后，身体左转，两掌胸前交叉，左腿从身后向前侧踹，双掌左掌向前横掌向前撑出，右掌平放右胸前。这两个动作的积极含义可以做这样的解释：当对方用双拳击打我胸部或者是头部的时候，我用两勾手向身体两侧勾挂，同时踢右脚向前抬踢。这是一个动作，白猿踢脚的右式动作的用法。左式动作，当对方用右拳向我击打来的时候，我用右掌或者是双掌握住对方的右臂，同时上左脚进行侧踹。下一个动作是旋风飞脚，由上式开始。左脚侧踹以后，左脚落地，然后踢旋风脚。下一个动作叫末式攀滑。旋风脚之后，左脚落地以后，双掌胸前交叉，身体右后翻转，双掌与胸前摸腕翻掌以后，右掌向右消除，左掌放于右胸前。这是第三段的动作。下面进行第四段动作的讲解与示范。首先把动作综合做一遍，由上式开始。下面进行第四段分单个动作的讲解和演示。第四段的第一个动作叫拐力松起，动作接上式。左脚左腿屈起，由身后向上顶撞，同时双掌向左后抓了，右腿站直。这个动作的积极含义是这样的：当对方用左拳或者是右拳击打我的时候，我用双掌抓落，然后向左后方拉拽，同时踢左起进行顶撞。下一个动作叫霸王旋鞭，接上式开始。身体左后转，左脚向前落地，双腿呈做弓步，同时
右拳向前上方撂打，左掌抱于右腕上。下一个动作叫王小宝玉接上式，右拳变掌，双掌向前行抱式，然后双掌向前推击。下一个动作是青龙撂爪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接上式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身体左后转，双腿撑，右跪起步，同时双掌变爪，右爪向后向上撂爪，左爪放于右胸前。下一个动作叫四字摆头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接上式，身体右转，双腿呈左跪起步，同时双爪变拳，右拳向上向右揉胯肉壳。下一个动作是顺水推舟，接这个动作，右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双腿撑左跪起步，同时左掌起腕撑立掌向前推出，右掌曲肘收回右腰间。这个动作积极含义啊，可以这样解释：当对方用右拳或左拳向我击打的时候，我用右掌或右拳向外迎刮、磕刮，同时上左步，左掌向前推击。下一个动作叫金刚两背。接上式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身体左转，双腿屈膝撑马步，同时右掌变拳，双拳于两胸前向身体两侧击出。我把这个动作做一遍。下一个动作叫露手领送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接上式，身体右转，双拳变掌，向右前方做接拳的动作，同时左脚向前滑步，然后左脚向后推半步，右脚向后滑步，同时双掌向后撸拉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左脚向前滑步，同时双掌向前推送。这个动作的积极含义啊，可以这样解释：当对方用右拳向我击打的时候，我双掌接住抓紧，同时向身体左后方的上身体左后方拽拉，有的时候借对方的冲击之力叫借力打力，很可能这一拽拉就把对方拽到，
我再拉之后，对方如果向后挣脱他的右臂，向后抽身，我顺势上前，上步推上。下一个动作叫黑力躲踢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：接上式，两脚垫步，同时向前，左脚向前下方跺踹，同时双掌啊，右掌横掌向前撑掌，左掌曲肘平放做腰间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。这是第四段的动作，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进行第五段动作的讲解和演示。首先把第五段的动作综合做一遍。下面将第五段的动作分动作进行讲解。第五段的第一个动作叫青龙回收，接上一式，身体左转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双腿撑右弓步，同时右勾手变拳向前直击。这是青龙回收的动作。下一个动作叫仙人指路，接上式，双掌与胸前相穿后，左掌与胸前成立掌，左手变勾手摆至身后。这一段的第三个动作叫天马行空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：接上式，左右脚向前迈半步，左脚向前迈一步，然后右脚向前摆起，左脚蹬地跳起，在空中双脚向前中跳，中跳以后左脚右脚依次落地，仍然呈左弓步，仍然呈左弓步。我做一遍。然后左拳向头上方迎将，右拳向前直击。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可以这样解释：当对方用右拳击打我的时候，我向上迎将，然后我左掌向上迎将，然后出右拳向前直击。下一个动作叫金刚推背，由上一式开始，右脚向前上一步，身体左转，双腿屈膝撑八步，同时右拳变掌向前，曲腕撑立掌向前推出，左掌曲肘收回做腰间。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啊，是这样的：当对方用左拳向我击打的时候，我左掌抄落或者是迎将，同时上右步
上一脚上全部上右步，用右掌击打对方的足肋。下一个动作叫灵猫扑鼠，由上一个动作开始。身体左转，左掌向上，向左向右后方抄落，同时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左掌向下，向前向下盖扑。这个动作积极含义啊，这样解释：当对方用右拳击打我的时候，我用右掌抓牢迎脚，同时上左步，用掌盖击对方的头部。下一个动作叫迎风招扬，由上一式动作开始。左脚向后退一步，身体左转，同时右掌变拳向上迎驾头上方，然后左脚向后退一步，右拳向上迎驾头上方，左拳收回左腰间，然后左拳再向上迎驾头上方，左拳向上迎驾头上方，右拳向下落于身体后侧，同时右腿屈膝上提。把动作做一遍。这一个动作积极含义主要是体现密宗拳的缠的动作，缠就是在密宗拳当中缠拧或者叫罗缠，这是密宗拳的技法之一。就是说当对方用左拳击打我的时候，我可以用右掌抓住对方的右臂左小臂，同时呢向左缠拧，右臂击打我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就不掩饰了。下一个动作叫倒拽斗牛，由上一式开始。右脚向前落步，左脚随即向前一步，同时双拳变掌落于胸前，落于胸前之后双掌向身体右后抓落，同时右脚向左前方趟踹，这是倒拽斗牛的右式动作。左式动作右脚落地，同时双掌摆回胸前以后向身体左后方抓落，左脚向右前方躺了踢踹。下一个动作叫顺风车骑，也是一个定式动作，从上式开始。左脚向前落地，身体右转，双腿左腿屈膝，右腿伸直，同时双掌向身体两侧伸擦，成为一个定式动作。下一个动作是凤凰伏地，动作接上式。右掌由身前向左侧向摆，然后再由左侧
经头上方向右败落，同时左掌向上向右败落，败落之后左掌向下向左败于身体左前方，同时右掌从身后向前拍地。把这个动作做一遍，第五段的动作讲解就到这里。下面进行第六段动作的讲解和演示。首先把第六段动作综合做一遍。下面进行第六段动作的分解讲解。第六段第一个动作叫苍松读数，由上一式开始。上一式丰腹地，右掌拍地，然后身体起立，左腿屈膝，向右顶起，同时双拳经连拳呢摆于头上方。我把这个动作做一遍。下一个动作叫猛虎滚锤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。动作由上式开始，左脚向前落一步，同时左拳向下向前劈砸，然后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右拳向前向下劈砸，左脚从右脚后向右擦步，同时右拳向左向上向右画圆劈砸，身体以脚为轴站地，左后翻转，同时左拳向前劈砸，然后右脚向前上一步，身体左转，双腿屈膝成马步，同时右拳从后向前劈砸。这是猛虎滚锤的几个动作。下一个动作叫小人打引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由上一式开始。左脚从右脚后向右穿插，同时右拳向身体右后方用拳背撩打，撩打以后双拳变掌与胸拳相穿，以后右脚向后方撩踢，同时右掌随右脚向后甩撩，左掌向左前上方穿插。下一个动作叫游龙转头，接上式。右脚落地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身体右转，同时双拳向前劈砸，然后右脚从左脚后向左伸擦，双拳向右向上，然后向后画圆劈砸。
下一个动作烂水葫芦，由上一式开始，身体以脚为轴站地，向右后翻转，然后双掌由身体右侧向下向左推拿，同时右脚从左脚后向左趟了，然后右脚向右迈一步，左脚从右脚后向右落步，双掌向下向前向右推。我把这个动作做一遍，下一个动作叫二龙戏珠，接上式，向右推掌以后，左脚向左迈一步，同时双掌向下向后按压，然后右掌向右向后抄落，同时身体右转，左脚向前上一步，左手食指中指向前伸叉。我把这个动作做一遍，这个动作的功法含义啊，可以这样解释：当对方用右拳或者左拳向我击打的时候，我用右掌向左磕挂或者是抄落，然后用左掌的食指或者中指向对方的眼睛穿刺。下一个动作叫探手摘花，由上式开始，身体站起，右脚向前滑步，脚尖着地，脚跟抬起，同时右掌向后向上向前盖掌，下一个动作叫浪子回头，动作接上式，身体右后翻转，然后右掌变拳向头上方迎驾，左手变拳向前直击。把这个动作做一遍，下一个动作是白鹤两次，动作接上式，右脚向后退一步，左脚屈膝，左腿屈膝踢身前，同时右拳变掌，曲肘横于头上方，左拳变勾手摆于身体左侧。这是第六段的动作就讲解完了。下边进行第七段动作的讲解和示范，首先把动作综合做一遍。
下边把第七段的动作进行分解讲解。第七段的第一个动作叫游龙戏水，动作接上式，由白鹤两次开始。左脚向前落地，左勾手边掌下落，左腿外侧，同时右掌下落，右腿外侧，然后右脚向左、向前、向右弧形穿摆，右掌随腿摆动，这是右式右腿的动作。然后左腿向左、向前，然后左腿向右、向前、向左弧形摆动，左掌随腿穿摆，然后右式再做一个重复动作，左式再做一个重复动作，也就是说左右式各做两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叫游龙戏水。下一个动作是黄莺提子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由上一式开始，右脚向前迈一步，左脚向前摆起，右脚蹬地跳起，在空中右脚向上弹踢，弹踢之后双脚落地，成屈膝成斜步，把这个动作做一遍。成斜步之后双手变拳，左拳曲肘横于头上方，右拳向前直击，下一个动作是金刚踹腿的两个动作，一是右式，二是左式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由上一式开始。身体站起，体重落于左腿，右脚向前侧踹，同时双拳变掌，右掌横掌向前，随脚向前蹭掌，左掌平放于左胸前，这是右式动作。左式动作，右脚落地，身体左后转，然后左脚向左侧踹，双掌左掌成横掌，随脚向前蹭掌，右掌平摆于右胸前，这是两个金刚踹腿的动作。下一个动作是老僧推门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由上一式开始，由左式踹腿动作开始，左式踹腿之后左脚落地，身体左转，然后右脚向前上一步，双掌向上挑架以后，上向身体两侧摆落，然后曲肘收回胸前以后，曲腕成立掌向前推出。这个动作的积极含义啊是这样的，对方用双拳双分管向我击来时，我双掌向外挑架的同时，挑架以后，然后双掌向前推进。下一个动作叫铁犁耕地，
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接上式，身体左后转，双掌同时向前向下劈掌，然后双掌向身体右后方抓落，同时右腿屈膝，用膝盖用膝向身前定坐。下一个动作叫蜗牛蹬踹，动作接上式，右脚落地，身体向左转，左拳变掌，向左抄落以后变拳，收于左腰间，同时右拳向前掷击。这是蜗牛蹬踹的第一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，右腿由身后向前弹踢，左拳向前掷击。这是蜗牛蹬踹的第二个动作。左右脚弹踢跟左拳掷击之后，然后右脚再收回原位，左拳收回原位，右脚再往下掷击。我把这个动作做一遍。下一个动作叫燕子朝翠，动作是这样的，由上式开始，身体右转，双拳变掌，右掌收回胸前以后，双掌向身体两侧伸长，下面进行第八段动作的讲解和演示。首先把动作综合做一遍。第八段的第一个动作叫小棍抄撩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由上式燕子朝翠开始，身体稍起，右脚向左一半步，同时双掌摆于胸前，右掌心朝右，左掌心同时朝右，然后双掌和左腿同时向右撩击。这是小棍抄撩的动作。下一个动作叫白马撩蹄，动作接上式，当上一个动作腿脚抄撩以后，左脚落地，身体右转，然后左脚向后，右脚，然后右脚向后撩踢，同时右掌随脚向后甩撩，左掌向前甩撩。下一个动作叫转身抱桩，右脚撩踢之后，右脚落地，身体右后转，同时右拳放置胸前，拳面朝上，左掌抱于右腕子上，称抱桩式。下一个动作叫夹步重搓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身体重心依于左腿，右腿屈膝上提身前，同时左掌变拳向上横于头上方，右拳屈肘收回右腰间。这是第一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，右脚向前落地，
横丝，左拳从头上方向下滚肘，右拳从右腰间向前冲出，然后左脚向前迈一步，右脚用脚后跟向前搓踹，同时右拳收回右腰间，左拳仍然横于头上方。下一个动作叫横弹铁门，从上式开始，右脚向前落地，双腿呈右弓步，同时右拳向前掷击，左拳下了胸前之后向后掷击。下一个动作叫仙人作捏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由上一式横弹铁门开始，身体左转，双腿呈虚步，从左虚步，同时双拳变掌，摆于身前之后成立掌。下一个动作叫童子献国，接上式，左脚从右脚后向右擦步，双腿呈斜步，同时双掌向下摆胸前。下一个动作叫老僧单抻，动作要领是这样的，由上一式开始，右脚向右跨一步，左脚根部与右脚靠拢，双掌与两胸前向身体两侧弹出，然后双掌向上与头上方曲肘向下捻掌与胸前。下一个动作手势，双掌分别摆落于身体的左大腿和右大腿的两侧，身体呈立正姿势站立，目视前方。迷踪拳第二路拳的动作到此讲解完毕。